传说秦朝有位很擅长演奏古琴的乐师，叫做俞伯牙。有一次他在山野抚琴时，所演奏的旋律被一名叫钟子期的樵夫辨认出，俞伯牙非常惊喜，向他说道：“你真是与我心灵相通啊！”但是不幸的是，钟子期在不久之后去世了。俞伯牙非常伤心，失去了这位灵魂伴侣，所以他来到钟子期的墓前，为他逝去的挚友演奏了最后一支曲子，然后折断了古琴，从此不再弹琴。肯定是古琴嘛，它独特的这个声音，它跟所有的乐器都不一样，它这声音一出来就有非常非常强烈的这种个性化的色彩。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的这些所谓诗词歌赋、琴棋书画，这样一些内容，好像有一种有必然的联系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中国古琴一直是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、文人墨客的首选、必选、唯一之选。那么古琴是这样的，它只能以上构其他，它有独特的表现方式，同它的语言特征啊。弹琴这个时候，如果说高山啊，我可能会。你说从音乐里面你怎么听得出你要跟我描绘什么高山？这个曲子叫流水，在这个层面讲是已经足够了。那个至于是山怎么水怎么对人又怎么，这就不用，这就不是音乐所要能做的东西，或者是不是用你用语言要去阐释的这个音乐作品的内容。那么这个时候弹琴的时候，我心情高兴的时候，我挑一个比较欢快的曲子来弹一弹，文化背景所弹出来的曲子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，就音乐才有
才有最高的这种境界。对古琴，它这种乐器又跟其他的乐器有很多的不同，因此它就是有很丰富的指法。这种很丰富的指法，为了要能够传承下来，因此就创造了这个简字谱。嗯，哎，大指七徽，哎，挑七弦，啊，挑七。那么老师在这个时候所起的作用是什么呢？啊，这指正你，指正你，哎，不应该出现的毛病，啊，哎，当你弹得很熟了，已经弹得，有点模样了，老师就要教给你怎样去表现这个曲子，啊。Thank you.